呀！啊，上课真无聊。哎，这是哪呀？我俩不会穿越了吧？哎呀，你想多了。你看，那不食堂吗？正好肚子饿，吃饭去。哎，大厨，大厨。哟，今天下课挺早的呀。今天食堂新推出的奥特曼火鸡面，要不要尝一尝呀？哦，奥特曼火鸡面真稀奇，大叔给我来一碗。没见过世面，嘿，大叔也给我来一碗。这年轻人，给你们慢慢吃啊，我这还有，吃完再给钱也行啊。嗯，那真香啊！哎呀，默默，我没带钱，你带了没？这可怎么办啊？我们不是会那个吗？哪个？传送门呀。这你别笑。我去，还有用传送门逃单的人才。点击下方橡皮擦课堂关注一下呗。